曾經咧用過完美日記嘅產品，趁今次咧三八婦女節入手咗呢一個丹頂鶴三八限定禮盒。呢個禮盒嘅包裝係同新晉設計師南瓜子合作，想表達出女性嘅 woman's power， 係有個性，同時亦都好出色。呢盒限量版嘅丹頂鶴禮盒咧，裏邊究竟有啲咩咧？我哋一齊打開睇下。咁首先睇下佢 packing 啦，係一個粉紅色，我最中意嘅漸變粉紅色啦。咁打開咧就會見到以呢個丹頂鶴好有中國風嘅設計啦。咁咧入邊就有五件嘅 product 嘅，分別就有呢一個十二色嘅眼影盤啦、乳段嘅粉餅啦，同埋兩支嘅唇燭嘅。咁咧我自己咧就被呢一個十二色嘅眼影盤咧所吸引喎，咁可以睇下啦。咁佢咧就係、是、以一個丹頂鶴嘅主題係啦。咁咧打開入邊咧就有十二色嘅，而呢十二色咧就非常之吸引啦，係好粉系嘅棕色啦，好容易咧 mix and match 嘅，同埋咧試上手俾大家睇下先，係啦。就去到我哋嘅唇妝部分啦，咁咧就有呢一兩個。係啦，咁咧就係小酒館啦，可以化一個鮮鶴妝嘅，咁就有奶油甜杏酒啦，同埋野莓小甜酒兩隻色。咁首先試一個野莓色俾大家睇下先啦。咁咧佢顯色度非常之高嘅，係啦，咁咧皮膚白嘅女士咧搽咗之後咧就會好 sharp 啦，好精神啦個樣。咁另外一隻咧就係奶油甜杏酒啦。係啦，兩隻色咧都好表現到女性嘅優雅美啦，係啦，咁咧好啱咧就係我哋嚟緊春夏化妝可以配搭兩隻色去有一個仙氣嘅效果嘅。咁另外咧仲有一個乳段嘅粉盒啊，咁咧呢個粉餅咧佢嘅 packing 咧好靚啦，咁咧好似上面有啲仙鶴嘅羽毛咁啊，好 shiny 啊。咁咧打開之後咧，我哋會見到一個粉餅啦，同埋一個粉 pop 嘅，咁咧佢係一個有兩隻色嘅，咁我呢個咧就係 P02 自然偏白嘅，係一個冷調嘅自然白，咁咧佢粉質咧係非常之細膩嘅，係啦，同埋咧妝感咧唔會好重，用咗之後，咁咧用咗之後咧可以 keep 住咧全日都咁貼服嘅個妝容。由3月5号至到3月8号晚上11:59，可以以319元到手。揀咗呢個禮盒嘅話，仲可以優先搶限量優惠碼38 Queen， 滿388即減38，先到先得㗎。心動嘅你仲唔趁依家以優惠價入手呢一個咁靚嘅限量禮盒？仲有其他 promotion， 詳情可留意 caption。